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山羊胖子哥，今天是冬至，大家冬至快乐。早上确实很冷，就是南疆这边今天早上特别奇特，所有的车窗上都没有那个霜花，都没有霜花，难不成就是因为今天是冬至，可能是气候原因吧。一会儿呢等老妈下来，然后和她一块儿去一趟医院，完了以后呢冬至咱们要吃啥，我们就要去准备啥了。冬至你们家吃啥，来下面评论区告诉咱。老佛爷来了，走，大街上是个车黄不溜秋的。老妈已经进去了，医院的事办完了没有？宝宝啊，没办完吧？医院的事还没办完，钱还没掏呢。我们这会儿去买肉，买菜，然后回家包饺子。哦，全是冬至买菜了，看这么多人。紧张的一刻到了，我们买好菜，买好肉回来，剁肉、择菜、剁菜。今天吃的是猪肉大葱馅儿，大葱。一直在弄东西呢，这会儿已经开吃了啊，吃了一阵子，我才想起来要给大家录一集啊。饺子、牛肉、喝酒，然后凉菜、热菜。别倒着，别倒着，不是，好了，就不多说了，我们开始吃了啊，各位，冬至快乐，拜拜。